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n， 好耐冇翻嚟香港呢个 studio 咧，同大家见面啦。iPhone 15 Pro Max 啱啱就正式推出咗啦。咁今日咧就领到呢一部蓝色嘅钛金属 1TB 版本。今条片咧就会即刻同大家好快咁样做一个初步嘅 camera test。全新嘅五倍远摄镜头 ProRes Lock， 升级咗嘅 Portrait Mode， 通通都会同大家睇下嘅。咁曾经咧有好多摄影嘅新手咧都问过，应该买 iPhone 定系应该买相机呢？咁以往我嘅答案都係買相機嘅，但係今次咧可能有啲唔同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今日嘅 video。咁喺詳細咁樣睇 iPhone 15 Pro Max 之前咧，仲有個限時嘅優惠想介紹翻俾大家嘅。而家只係需要去 Casetify 嘅官網，用以下15 RON 呢個優惠碼咧，即刻就會有85%嘅優惠。咁 Casetify 呢個 brand 咧，我估都唔使我多介紹噶啦。佢哋嘅手機殼除咗同唔同嘅品牌合作有超多嘅款式之外咧，更加要注意嘅就係佢哋嘅防御力。咁呢個就係 Casetify 今次專為 iPhone 15系列推出嘅 Ultra Bounce 極強防摔手機殼。咁今次 Ultra Bounce 嘅機殼咧，足足用咗六層嘅保護外殼，就特登準備咗兩種物料去俾大家睇下嘅。白色呢個就係市面上大部分手機殼都會用嘅 silicon 物料，而黑色呢個咧就係 Casetify EcoShock 嘅物料。就咁彈喺兩個物料上面咧，大家可以見到 EcoShock 嘅回彈幅度咧係明顯比 silicon 少啦。咁亦都即係話咧，佢個吸震能力咧係更加強嘅。哦，咁今日咧我哋上到嚟飛鵝山，即刻嚟一個 drop test， 可以喺度望下啦。呢一部係。真係一部手機嚟嘅，唔係一部 dummy iPhone 嚟嘅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會咧試下喺呢個飛鵝山嘅山頂上面咧掉落去下邊啫，唔係掉落去山腳。好，因為咧佢呢個係有鏡頭保護嘅，我哋今次咧試下呢一面掉過去。好，準備三二一，哇！好，咁我哋而家睇落去咧，喺呢個高度掉落去係冇穿冇爛嘅，仲係開到 mon 啦，開到機嘅。咁除咗呢個 Casetify 史上最強嘅手機殼之外咧，咁今代嘅 Impact Case 咧，連個厚度同埋重量咧都係減少咗 16% 嘅。咁去到最後就有唔同嘅電子配件啦，推出咗 Type C 嘅充電線，有升級版嘅 MagSafe 配件，例如係 Grip Stand 啊、Power Bank， 連出街嘅 Accessories 咧，佢都係有賣嘅。就例如呢一條行山旅行必備嘅背帶啦。所以如果你係準備換新 iPhone 嘅朋友咧，記得用15 RON 呢個85%嘅限時優惠碼去 Casetify 官網嗰度買最新 iPhone 15系列，甚至係其他型號嘅配件。哦，咁即刻翻到嚟我哋今日嘅 video， 首先當然要同大家睇下 iPhone 15 Pro 最大轉變嘅鏡頭，佢就係喺 iPhone 第一次出現嘅 120mm 長焦鏡嗰個威力啦。咁佢係用咗千二萬像素嘅 sensor 啦。F2.8 嘅光圈，咁我哋而家咧終於可以喺 iPhone 嗰度影到一啲比較遠嘅物體，同埋壓縮感更加強嘅鏡頭。咁雖然咧就咁睇已經見到佢嗰個能力啦，但係咧當然要俾大家望下佢對比喺 iPhone 14 Pro Max 三倍 zoom 嗰個分別。咁當你用緊長焦鏡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喺畫面嗰度見到，比起上一代咧會有個一定程度嘅放大，所以咧大家可以拍到嘅題材咧就會更加豐富，可以好好咁利用佢咧拍到一啲喺舊 iPhone 做唔到嘅創意鏡頭。但係大家要注意嘅就係，因為呢個焦段咧足足長咗43mm 嘅，所以咧喺手持拍攝嘅時候咧就要比以往更加穩定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鏡頭就會好容易出現一啲輕微嘅震動，影響你畫面。而因為咧焦段越長咧，視角就會越窄啦，所以咧往往就需要更加大嘅入光量咧去 support。所以喺光線唔係太充足嘅時候咧，我都會建議大家咧盡量少啲用呢個長焦鏡。而因為15 Pro Max 係變咗五倍 zoom 啦，所以咧就捨棄咗三倍 zoom 嘅鏡頭。咁如果我哋用翻三倍 zoom 嘅時候咧，就只能夠用主鏡頭嗰個電子變焦啦。咁喺15 Pro Max 三倍 zoom 個表現咧，就一定會比起原本係用77mm 焦距嘅 iPhone 14 Pro 更加差嘅，畫面個清晰度會更加低啦，同埋會有更加多 noise。然之後咧 ，Apple 今次喺發布會上邊就標榜咗 iPhone 15 Pro Max 有7個嘅鏡頭。
咁喺主鏡頭方面咧，就加入咗28mm 同 35mm 兩個攝影人士咧都非常之愛嘅焦段，而呢兩個咧都係電子變焦嘅焦段嚟嘅，但係望落去個感覺咧，其實都係相當唔錯啦，畫質唔會比起其他焦段差太遠，影像嗰個一致性咧，我覺得都係相當足夠嘅。但係咧，就咁睇，大家可能未必會感受到呢七個鏡頭究竟有啲咩分別。咁而家咧就即刻 show 俾大家睇下佢哋壓縮感覺分別。大家咧而家可以利用呢幾個截然不同嘅鏡頭咧，去創造出一啲唔同嘅效果。Wide angle 嘅鏡頭咧就可以俾我哋拍到更加寬闊嘅效果啦，睇到更加多嘅背景。而 Tele 嘅鏡頭咧就可以令到背景更加之集中啊，因為佢哋畫質都係相當一致啦，所以咧基本上我哋用 iPhone 咧就好似用緊一支由13mm 去到 120mm 嘅超強變焦鏡頭咁樣啊，一部手機就可以做到唔同嘅感覺。之但係咧，頭先講過嘅28mm 同 35mm 喺 video 上面其實係用唔到嘅，又或者咧可以話係冇任何嘅後製去加強啦。所以拍 video 嘅時候咧，我其實都係建議大家用翻原本提供嗰幾個焦段咧，去獲取翻一個咧最好嘅效果。然後呢樣嘢就好緊要啦，今代15 Pro Max 咧可以俾我哋隨意咁樣去切換主鏡頭嘅像素。喺普通影相嘅時候咧，有1200萬像素同埋2400萬像素，甚至咧可以去到4800萬像素去選擇嘅。而 Pro Raw 咧就有1200萬像素同埋4800萬像素俾大家去選擇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實2400萬像素咧喺我哋而家現今嘅無反相機入邊咧都經常會見到嘅。所以而家咧，我哋就算用 Pro Max 去影普通嘅相咧，其實都可以 up to the standard。咁佢對比翻14 Pro 用嘅1200萬像素咧，個畫質當然係有個唔錯嘅提升。咁之後 Pro Raw 嘅4800萬咧，就唔使我多講噶啦，因為已經講過好多好多次，佢係相當之厲害。咁而今次咧，就更加新增埋一個1200萬像素 Pro Raw 嘅選項啦，可以俾我哋用一個更加細嘅 file size 都拍到 Raw 嘅格式，方便我哋之後去後制調色啦。這個更新我真係冇咩可以挑剔啊，絕對係 perfect。咁嚟到影相方面，我哋最後一樣嘢會睇嘅就係佢個 Portrait Mode 啦。咁今代15 Pro 入邊咧，其實 Portrait Mode 係新增咗普通相機嗰度，咁即係話咧，我哋唔使專登轉去人像模式咧，都可以達到一個淺景深嘅效果。咁佢使用嘅方法咧，當然係好簡單啦。當我哋影完一張人像為主體嘅相之後，就可以直接去編輯，然後咧透過調校光圈嘅大細，去達到一個人像模式入邊咧淺景深嘅效果。咁我哋喺度咧都可以選擇對焦點啦，亦都即係話我哋可以選擇係 focus 人物，又或者係 focus 背景都得嘅。咁因為咧，我自己其實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怕麻煩嘅人嚟嘅，所以咧平時真係好少機會用到人像模式啊。之但係咧，因為今次有呢個更新啦，可能以後咧我會有更加多機會用到啦。但係大家要注意嘅就係，如果我哋係影緊 Pro Raw 嘅話咧，就用唔到呢個功能啦。所以咧真係有少少可惜。如果未來咧可以加埋落去嘅話，就最好啦。好，咁而家咧就嚟到今條片嘅重心啦。我估好多觀眾咧都會關心嘅一個新功能，佢就係ProRes Lock。咁 ProRes Lock 呢個功能咧，可以話係人類史上最強嘅手機拍片功能啦。我係完完全全估唔到佢會喺 iPhone 入邊出現嘅。如果記性好嘅朋友咧，應該都會記得咧，喺我以前嘅片入邊曾經講過話，普通嘅 ProRes 係完全吸引唔到我嘅，因為個 file size 係超級大之外咧，畫質亦都唔見得係好咗好多。咁但係今次咧就唔同啦，真係唔同啦，因為喺主鏡頭用 ProRes Lock 拍出嚟嘅片咧，無論係個 dynamic range， 甚至係個清晰度咧，其實拍出嚟都係同一啲專業嘅相機，我覺得係冇咩分別嘅。佢係冇咗以前 iPhone 嗰種咧後期加工失真嘅感覺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就算喺後製嘅時候咧，用翻 Sony 嘅 S-Log3 LUT 咧去做個色彩還原，都可以好容易咧就出翻一個正常嘅顏色。喺低光嘅環境下咧都用到。咁基本上咧，用翻啲專業嘅後製 workflow 咧，就可以出到一個無可挑剔嘅效果。咁當然咧，唯一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個 file size 都係相當之大嘅。拍一分鐘嘅 4K30格咧，已經要用6GB啦。而 4K60格咧，更加一定要連接外置嘅 SSD 去外錄嘅，所以咧 file size 就只會更加大。所以我覺得咧，如果未來可以喺普通嘅拍片模式咧，都可以用到 lock 去拍攝，就更加吸引啦。咁如果咧有朋友聽唔明呢個 ProRes Lock 係咩意思咧，其實唔緊要嘅，因為咧我之後一定會出一條片咧，同大家詳細咁講解佢係點樣用啦，同埋教大家咩情況下用先係最理想。咁頭先講過嘅所有功能咧，再加埋呢個 ProRes Lock 咧，都拉近咗 iPhone 同埋專業相機嘅一啲差距啊！一個更加可怕嘅地方咧，就係大家而家淨係需要用呢一部咁細嘅手機，就可以拍到一啲咧我哋以往用一啲好貴嘅相機鏡頭、好重嘅裝備先去影到嘅嘢。再加埋咧，其實 iPhone 係可以用嚟打機啦、打電話啦，而家仲要轉埋 USB-C 添，你話死唔死啦？
咁我諗咧，我都要喺呢一度咧呼籲咧各大嘅相機品牌咧，真係要諗下點樣應付呢一個計算攝影技術嘅挑戰啊！咁嚟緊咧，我就會去到日本嘅東京，再同大家咧 test 下佢旅拍實戰嗰個表現，同埋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一啲教學同埋絕密嘅15 Pro Max。拍攝心得，大家咧記得唔好錯過啦！嚟緊咧喺呢個 channel 都會推出更加多關於攝影、旅遊甚至係評測嘅 content。如果唔想錯過嘅朋友咧，記得要 CSL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亦都要撳埋隔離嘅鐘仔啦。當有新片嘅時候咧，就會通知你噶啦。我係 Ron， 我哋下條 video 再見，拜拜。